成恩，敢有见着囡仔啊？无怪啦，走啦。啊，搁多走啊？伊吼，讲这要给你啦，讲是要给囡仔礼物啦。礼物咯，好。你当尽到伊所有优点，爱亲像我，伊真正是一个真友好、真温柔、真善良的人。伊甲阿公阿妈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伫对待，伊甚至是比我这做后生的搁较友好、搁较体贴。伊是一个真爱着我。一定会付出，一定会无条件的包容。但就这样好的查某人，是我心中，甲我已经后悔掉的。所以你绝对绝对袂当让恁妈伤心流目屎，因为伊的笑容，那是你的人生最好的礼物。是哪部？你对家己的囡仔要求啊多，无你等下做用看啊哈，要孝顺爸母，呀！我咧讲你做等下做用看啊，你用做一个嘴哦，哈，啊，够老样的。妈，陈恩真正继续走路，唔肯投案啊。伊就讲无论安怎吼，嘛是爱回去看伊妈妈一下啦。啊，这我都无法度甲动啊。啊，看袂着啦！发现通缉犯杜淳恩，发现通缉犯杜淳恩，封锁病院出口。妈，要安怎？伊发现陈恩啊，伊抓着啊啦，要安怎？阿弟啊，心歹紧张啦，等下想办法甲伊斗相共者。阿伯，迄无水，脚囡仔有着啦。哎呀，我食啦，我真正无水，伊实在是。阿伯，你个脚说你一点啊？有一个合作工，胸筋动骨一百工嘞。哎，对了对了。工人你辛苦吼，啊无连工来阮遐坐坐吼，阿姆吃你怎样？哎，好好好，阿姆来了，多谢你啊。好好好，来来来。你们坐电梯啊！来，紧你吧，紧你吧，来。拍摄啦！你们去楼卡，我们去楼顶。哦，好。咁真正是我看唔到。就是你跟我斗相共。啊，不过你一个人安尼，敢会用的？万一若是搁拄到公平，你放心啊，这公平我真实，我知道要安怎审判伊。你先回去啊，我先来走。陈恩，你一定要好好啊，活咧，见到囡仔，知无？我无希望囡仔大汉了后。敢那会当看你迄段影片，甲你讲遐个话尔。不管你会去还看几年，我拢希望有一天你会当亲嘴甲囡仔讲，你是伊的爸爸，会当亲嘴甲伊讲生日快乐，会当亲目睭看到伊大学毕业，摕到毕业证书的迄个笑容，甚至会当看伊大汉了后结婚生囝。我做人的方法，你放心，
我一定拼性命活落去。我囡仔大汉的，囡仔虽然是我生的，啊，不过是你予伊忠心的。你想要做啥？杜成恩，你大家拢跟我讲，你跟王雅婷无什么关系，啊，不过恁两个私底下安尼偷来暗去，今麦是咧创啥？孤情绵绵，有啥物人看？我阁未介绍呢。咱已经无交叉啦，我的代志你无出去管。你对我的伤害，我就要报复爹你，啊，阁有王雅婷囡仔的心上。你欲想要欢欢喜喜？去救伊个囡仔，然后佫欢欢喜喜去偷渡。Look， 来给我抓起来！你莫过来哦，楼顶都是警察，你若是欢欢喜，赶快莫想要好过。一开始无讲要惨，咱拄仔毕业时阵，外面就坐警察车。你即马是咧惊啥？就算你即马予人抓去关，我嘛是有在条甲你报出来。杜成恩。我知道你无想要让人抓去关，毕竟龙阿来的日子真歹过，所以我为你设计一个你的专属豪华牢笼，我要让你变作是我的笼中鸟，安怎？有欢喜无？你俩顺利一下，迄龙阿较适合你啊。杜成恩，对 ，Look， 该抓去，我不管是死还是死。不要搞我俩走，我无可能让伊搁记着我阿姐，啊，搁伊迄个杂种啊！雅婷，你紧走。我一定来。娘。哪天我干嘛这样子报警？王雅婷，你是干？娘啊，都从你娘那里走。干你！什么？听讲雅婷绑匪，我带你走。给你一下，给！哎，快，王姐！给我放过！杜晨，干什么劲啊？给硬着了！王姐，放手！今晚的报警，你这小鬼！你报警啊！你准备报警啊！不是报警，我管你妈子！报警！阿伯，你想怎啊？你着想啊！我记啦，无代志啦。不行，先甲车停啊，咱先撤回。好啦，紧上车，先离开这，赶紧啦，紧！好，我知影。等杜成恩睏去以后，我来过去。好。真正报警要抓我！伊真正报警啊！哎，应该袂真心啦。我趁你困的时阵才去做的，是讲哦，我昨午甲苦困几工的，敢无拍算要去投案的款呢？嘿啊，所以我唔才用一招
看是不是听你的屁。我知了，好。啊！你是抓我创啥啦？搞放开啦！既然你拢报警要了我，我干来当给你当作是邻家，若无等警察来，莫讲是看我妈，我连家拢走唔起啊！我是报啥物警？我报警察是要创啥啦？你昨暗趁我伫咧困的时阵偷偷报警，敢是？而且你拄则伫讲电话的时阵嘛讲，你是趁我困去啊，才去做的。你我甲讲，你无报警？对。是我报警的，你，那是我拄才要回来的时阵，伫个路口有人发生交通事故，我报警才来处理的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啊，无哩啦，你听我嘛，警察车是毋是愈开愈远啊？就表示讲伊事故已经处理好，也要离开啊嘛。歹势，既然你毋是报警要了我，那呢你是走去倒位啊？底下你讲起来，家己看卖就知啊。这是伊啊！我昨昏想到讲，阮朋友住咧附近啊，我去甲伊借一仔草卡，煮只鱼汤互你食。哎，你是安怎要专工煮鱼汤互我食？你会记得无？你较早要出任务的时阵，雅婷，我会煮只鱼汤互你食，是要你保平安的。这平安鱼就是要煮给你吃的，希望你会当平平安安、真顺利，看你嘛。哎呦，快来啊！那是安怎啦？你爸，嘘。哎呦，无穿防弹衣嘛袂紧张，看起来你对今仔日认不认有把握无？就算讲有把握，也是共款的说你啊。但我对无猜你做的这平安鱼花食。该讲的我拢讲啊，要安怎做，都你家己做决定啊。我希望你有迄个金骨头，袂当把这个代志担起来。我嘛希望讲你会当去自首，安尼一切才是圆满。好啦，等小金姐。